俩加呗。加呗你们的。我俩老几歪。我是你老几歪。嗯，你妈呗。你妈呗，你妈。啥样咯？不咯，再多要一个，要不要啊？我说，有的员工都偷偷来了，多少？我这都难考了呢，员工要了。哦，哎呀，呗，那呗。现在咋的？哦，现在咋？啊，过家了，我干嘛呢？我在哪嘛的？哪嘛的？哟，喜马拉雅。喜马拉雅。贝贝先生啥款了？啊，你只有我穿哪一个？穿哪一个大款的？啊，贝贝先生贝。穿哪一个？你会不会穿？啊，穿哪一个？贝贝先生。贝贝没穿，你来问。你来问。你来问。今天我不留有些啥子？啊，今天你也不留啊？干嘛带你来了？你哟，啥带路的嘞？先不要，都不要不，你还留来着？啊，今天嘛在问啊，谁没去啊 ？OK， 今天嘛在。今天没啥子聊，喂，顾贝了。要顾杯的你们的呀，真的有顾住不住有讲话嘞。那真的有贵州话不？啊，等我朝东部了，都讲话嘞。我那是在六六可以帮侬讲嘞，当然就往过去了。哇，哎，你讲嘞咯？我来南的，我老来的。哦，不，老家的，三五年不老家往回来的。我三十多，我就说啊，你干嘛回来？啊，没你一早来的。啊。你干嘛的？啊，都不啊，我的今天，今天都不一早加完了我你嘞。啊。在你老多住啊了。你不住，我那他妈的说，一早不早回一回。你塞么不行的，差不多起码在网路，知道呗？像我三天的，地球都没有外样的。哦，样话的。贵州地球都多大样了？三个点的噻，哎，阿弟还贵州啥？哎，我家不老远嘞，贵。贵到就上天涯的外。上天涯，俺来嘉宾们了。哎，嘉宾。谁不找我在公司？不是有这么的？啊，没找到我，没的呀，地里呗，养老没？地里呗，养老。我包在里嘞，身体好么？上天涯的呗。啊，开开吧，要去了，我去晒老早嘞。没嘞，开开了，死的没嘞，就我打的这大包。我打的也到，打到没得点麻烦的。哎，我打比如说我打下到你们的，别的个路径老没样。哎，开开的路径。那下午路径嘛开开了没行？哎，这下子你们嘛开开了没行？哎，我来外地回来呢，我住不着马哈了，一路没跑到的。我来外地叫，今晚也没回来，我来吧，一路没回来过。哎，一路都跑过，天哪路，没拉上路，没拉上天哪不？你老话，之前哪里咯？你都在陪我，像赖 TV 的。赖 TV， 那三年外都不切不在公司了，可以再说的话，自己的话，自己的，然后来讲。那你，我们再切不了，可以说嘛，你第一班的蛮难哟，可以没切到。蛮难。好在你也来，可以不要我们要的。有啊，自己啊，自己来做了。然后你那里才出来不？啊，可以这个路在听，我打路都没有，没切不对，把人给切开过去。不，现在那边变了嘛，我你们那家伙那边路啊嘛，现在嘛配没戏了。啊，配没戏。你得把工站来了。我都对的。好，我都对的。我还有个三年嘛，杨杨。我给他讲的。Hello， 那啥的对的嘛，我就问了你呢。谁也看不见啊，我就看看你，谁看到你我是哪个什么呢？那什么嘛，你话的，阿拉没到，我一直看我没进屋，这边在嘛，他那干的，把家都对啊，阿拉里头。哎，我奶奶，我在你。走路太阳了，阿拉里头都是。阿拉过来都，我今天阿拉过来表皮阿拉。我在那家了，过去呀，我在那八楼楼的，他差我在那八楼还没我们去。第二年路过你们的，我在那八楼幺那不？幺那不？这边路过过去在不着楼前。楼前。幺那路在过年年里的呀。幺那我那不？我在那不？哎呀，我对面屋当里把幺那。好难哦。我湖北来找，哎，这三百米。你的太没用了，太没用了。牛皮也地方用的，可以也不买用。哦，哎呀，牛皮不用了，牛皮啊，牛皮啊，牛皮啊，过来到克里那家了，讲究不呢，不用呢，可以再再备的，你的太没可以包用来的。真的有这什么不老老呀？咋发的这不？哎，你妈的，我。如果到面嘞，你嘛嘞，我一到到在妈妈咪，你如果到到面嘞，我这家里家人难得到不，我三分的呀，包那的。这个嘞，我一到特别没搞。啊，我面对的，你面对的这里，啥呀？面路边的。面路边的了嘞，啊，路里地道，我以为不路边嘞，路里在妈妈咪了。咱们咱路了，过妈咪了，过咱路妈妈咪了，哎，路这些个。叫人家路来我们地嘛，路来叫人家地的是不？啊。我嘞，过呀，都路南阳路里边的了，这家嘞都路到毛毛街边，都路这边样都叫西边的了。一般在我打入路面茶牌样的，走路过一样的，牛皮啊，把这样样样，哎嘛，我刚都讲。哦，老了样。我打的我嘞，我们那南阳木的变身老家，白天练他变身。哎妈嘞，练哪一路他变身？练哪一路变身？练哪一路他比较最多古古啊嘞？啊。比较变了，变了比较，打的最较淡的比较，那个第二天才比较那个就变了了。练哪一路他比淡的有多古啊了？第二天变老家哦，公那天。哎，公那天嘛，哎，叫哪一路呢？你妈嘞，不蛮公的，哎，要不然可能哪一路呢？哪一路？哪？哎，你妈的，没拿的。拿的。哎，对，这都有的话的，哎，话的，去年这不，哎，有一点的，俺家的话也注意的。对啊，对。啊，去年吧，人家我过也过去了。哎，过啊，我得等。过啊，过啊。哦。哎呀，他妈，现在啥高呢？第三年在那过家，二十二两黄咯。二十二两，工资呢？啊，工资呢？就利亚奥不？利亚奥的咩？别的嘛呗。啊，别的嘛呗。别的嘛呗，会呢。就那了，就利亚的呀，不也没去。不也没去，就利亚的，不也没去。利亚的不也没去。
တော့အပြဲတိမှာပဲအပြဲတိမှာပဲဒီနေ့မှာတော့တထက်ကဒါကုံတယ်လမ်းမကြီးပေါ့44လမ်းထိပ်ဂျူလီယာလောက်ကိုလကားရအောင်မှရှိရဲဝတ်သားတို့ဆိုင်လေးကိုတော့ပြီးတော့ဆိုင်ရှင်အကိုရဲ့ဘဝဆက်ကြောင်းတွေကိုတော့ပြီးတော့ဆက်စုခဲ့တာပဲဖြစ်ပါတယ်ဒီဆိုင်လေးရဆိုလို့ရှိရင်ဈေးလည်းအရင်မကြီးသလိုစားလို့လည်းအရင်ကောင်းတာကြောင့်ကြည်နေသူတွေလည်းလာစားကြည့်ကြဖို့ဖိတ်ခေါ်ပါတယ်နော်